功夫练来何用？ 有的人用它打打杀杀，有的人用它修身立命，而我回头是岸。 叶探长，这里的钱，你们能拿多少？袁署长，我们警察都枉法，一定还他一个公道。咱也要，如果穿赤身警服，你跟他这个署长只会任人宰割。原来是你的，害死我！左先生如果再不出去。 阁下，好功夫！阁下参与，我们走。